你用你也轻快的啊，帮帮忙呀、哎，手冲冲啊，手。整完了走，快叫人嘛，人家担心你保命。马上就去啊！我都打电话约好了，又没有来我家里。好嘛，都把这拖完了，快过去，把你姑娘整起过去啊！打人我，我拖着你俩又去整，不得他那样去，马上我们要出去，没空带他的。临时请客啊！你看嘛，人家在去扫地了，弄到会儿就在干活了，把你，就是，人家嘛勤快得很啊，嘎。就是二天他们都轻松点。快走快走，收拾几桌，接下来妥了。要带啥东西不嘞？身份证肯定要带噻。要的，感觉还没去就有点激动了。我先打电话给我教练了嘛，先进去嘛。这里就是考场，来考公务员的。在北华。嗯。我看到，行，好紧张哦。等二天真正到考的时候，怕更紧张，乖了。紧张咋得噻？这是报名。我晓得，当我看到些科目三考试卷儿，等到。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。等会儿，等到教练了。哎呀，不要怕，怕的。我突然不相信我了，是不是女司机在这边噻？这我就是教练，孙教练。这儿到带你，要先做体检是不是？先做体检。在哪儿做？就这就做。啊，要的嘛。就带起来嘛，再来哈。带这里头。哦，要的。这里头啊。啊。怎么？这个要的。要你个人操作都行。要的。你当时选哪个驾驶证的时候，你选 C1，对不？哦，那填这个驾驶证体检。嗯。对。请在屏幕处刷身份证。门关了，你自己来。嗯。哦，这个有点高科技。请输入您的手机号码。还有点高科技，这个。以前我们看没的。以前的话，随便扯一下。啊，以前用我扯一下。请选择体检类型，请独立完成体检。若有存在作弊现象，则审核不通过，请加入黑名单。会了。好。好科学，体检都就是自己自己就跟着他提示就体检了，还等会儿他还是医生等结果，医生看。嗯。当时穿。C 一啊 ，C 二。C 一。C 一是 C 一。喜欢是噻，看好了不喜欢。嗯嗯，照着抄一遍。再抄一遍。好。嗯。那也是考过了。头发变水平的，行吗？对，我说你好的，爱来贴我，没那贴贴，不想贴的你转哪里转？好不转？哦，好了。这是你这么说，你要多看到娃儿哦，我看贴没了。哎，妈，我晓得，你还把我带着的。抓紧点。嗯。走。嗯，这就是个人的考场。看到他们那么开年纪，我都有点紧张了。我笨得很啊，他还我还没开学，他就说我学不会，喊我考自动的算了。我念两遍，我都感觉我真的很笨啊，我感觉我都不敢那个了。到时候你们讨我讨轻点哈。有两个结局，有可能真的被你说中了，我考起肥你得很。还有一个是可能很顺利就考过了。都念来看嘛。那你走了，陈老师。要得。哎。啊，二天有啥事手机上联系。对，要得。我找你，帮我发消息。要得，好。多看题目可以。嗯。要多看才走了。好。哎。好。看了到时候差不多了就可以考可以了噻。好嘛，以后你要再练几天，像这种可能就是慢慢的低速行驶。嗯。靠边停车，倒车入库。啥子都慢慢的开就走起步噻。啊。嗯。走嘛。看到你开了那么多年车，终于要轮到我了。早点学会，不用分担。